可以把刘邦的人马放置在这个位置。你信得过他？我们现在是结义兄弟，你很快要看清他的。你还不趁此大好机会把军权夺回来？扶刘季已制约项羽，怀王命令大军立即火速转进彭城。这个怀王太糊涂了，他一点不糊涂。他要封你为武安侯，不给项羽，给我。我们要马上找机会。 离开项羽的项家军，杀我父亲的人就是他。武安侯刘邦大人到！武安侯，这个侯爷算什么？咱们就只当这个侯爷了。主国太小了，交友不能永远栖息在水塘里。如果你与昭襄结兵不利，该当如何呀？那就任凭王上发落，并且交出兵权。好。 楚汉传奇。